屏东县西施国小就托昨天西施的客家庄地主，由客家认真受骗的学生的当分警告三次产品，却无买时间去接触太刺眼，杀出多位太刺眼缺失证。故所呢就用水质盐液体来催整行托水用西施一托催通方案，也得到位教育部一托颁杀奖。故所今本日特别邀请的一本图画书的创作者陈碧玲，去到好高地度来分享创作心得。屏东西施国小举办同一春光向书行插花同飞本嘅书展，用插花来收集一年四季。以这个同月为主，那我们就让学生了解说，原来一年四季的十二个月都有很多很雅致的一种称呼。那我们就让学生顺便在这个书展过程中啊，然后去介绍这个月份的名称。所以北极的冰就逐渐没有那么多的时候，所以我想说，我们台湾的孩子。来关心一下这古迹种。流浪鸡古叶含有特殊蛤蟆的潜行物卡，系陈陈书的小朋友喜爱嘅绘本。评论演示是国小是什么好，由创作者陈碧玲到学校分享创作理念，本小朋友嘅好奇心太爆发。在绘图的时候，你的基本就是怎么写来的？想问你写一本书要花多少时间？灵感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最主要是给他们建议，就是说他在以后的创作上是要怎么样的，有一个比较好的建议。用同文字多边土巴的呢构成，那阿的嘛嘿，因为判断阿的发通，阿的嘛有诶，请个国外的安东尼布朗的绘本，本身的比较台湾同外国的创作者的呢不同的风格。有人用画的。小朋友那段介意嘅绘本，请作者来签名，同作者预约变做签书费。学校表示，透过移动嘅文字同亲近嘅插画，向学生嘅产生阅读嘅兴趣，也帮学校推动阅读教育，得到教育部阅读评审奖嘅肯定。客家新闻潘顺峰平台报道。